羽球，戴资颖超猛腹肌在进化，网友直呼太帅了。世界球后戴资颖近日备战2018年雅加达亚运，她今天在个人社群媒体 INSTAGRAM 秀出个人的腹肌照，再让网友大赞小戴的腹肌太帅了。戴资颖在 IG 上 PO 照向网友们问好 ，Good Emo 啊，好久没有星期六练习，发现好多队伍都没休息，今天你们做什么？小戴的腹肌照除了有6块肌外，右侧还多一块肌肉。许多网友发现这是小戴好久不见的腹肌照，纷纷大赞：小戴腹肌真帅，小戴的腹肌美翻，小戴强大的腹肌，持续加油，亚运加油。